I wanna bury the sound. Let's see if we can push underground. I need someone like you in the crowd. I believe 我们是 Pomi 坏女孩。 你们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组成一个波米幻想？就是有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去表演，然后就把大家凑起来说：“哎，要不要表演？”这样，大家都可以。对，大家就很爱跳，就原本没有想要找他们，就想说我自己 solo，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的概念？也没有啊，我喜欢跟大家一起跳舞。OK。对，那里面还是会有个人 solo。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可能就知道说波米幻想是跳所谓的。 反串表演，你们是这么定义它的吗？反串好像是说就是男生装女生或女生装男生，但我们可能没有觉得我们是反串，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没有用性别来分类，对，就是男不女的感觉，对，因为就是。 gay 就是很喜欢，就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小灵魂，就是禁锢的小灵魂，对，想要在舞台上耍骚。OK， 大家都了解的，毕竟他们平常的职业也是蛮就是比较禁锢一点，比较禁锢一点。所以Sandy是什么？多禁锢的职业？我是律师，我是加护病房护理师。哎，我是牙医师。所以家人知道你们在做跨越的表演吗？他们就是。 我不会跟他们太深入谈这方面的，对，或者我会其实有点回避跟他们深入谈太多，我可能会就说哦，这就是为了表演，那是为了效果，然后就不会太深入跟他们解释可能背后的目的。OK，对，了解。那瑶瑶呢？家人知道？他们知道我在跳舞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我很常就是这么妖艳的在舞台上。哦，因为我爸妈就不喜欢看。 就是这种不男不女的人，比如说我爸妈在街上看到比较娘的男生，他就觉得他不正常，或是对，就是他们就很排斥娘的男生。那我爸是节目之后他才知道的，因为我之前没跟他说，那我爸就是还蛮生气的。然后目前现在已经大概半年了吧，然后我爸现在都不跟我讲话。 妈妈在我上完节目之后，一开始本来还蛮生气的，因为她觉得我就是在电视上讲，就是变成太公开了，那给他们太大压力。然后后来妈妈好像就释怀，然后所以现在我跟她关系就还 OK 这样，她就比较可以互动，像以前一样这样。所以你现在也是采取一种就是跟女王可能很类似，就是工作的同事可能就是问。 你可能才会讲，对。那飞车嘞，就是知道，我妈知道了，你妈知道，我妈知道，跨越性的。你妈知道你很妖艳，我妈知道我很妖艳，因为之前在就是同志游行的时候，我有请那个就是有化更极致、更夸张的妆，然后整身穿一样的妆，然后走在路上，就 drag 走在路上，就是她有看到，然后她有时候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也是很喜欢扮女生吗？”说没有，那个表演之后很爽，不是那感觉很爽，就是那种。 就完全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，对你心中的样子的时候，你会完完全展现那种样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其实没有觉得他是接受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他，我是他的小孩，所以他接受容忍我这件事情，因为他爱我。可是即使他内心不是百分之百认同这件事情，那你们这样子对于台上跟。 职业这两者之间如何去看待这两者之间？好，请抢答。哇，是吗？哇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说什么要调试干嘛，就只是你做不同的事情会需要不同的能量和不同的态度。该专业就是专。对，因为其实。 舞台没有局限在一定是一个 stage， 你站在上面很少看，每一个事情都是在表演。就帮他打针。整个推的那个车也要这样。所以对于来说，在舞台上的价值是什么？价值吗？就是一个你终于可以把自己很在里面的那面拿出来用。你就觉得今天我你他妈是要站在这舞台上好好的秀给你看，你们就给我大声叫。
因为平常你不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很专注的在你前面看你跳舞，或者是很专注的在看你的一举一动做每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有总算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你自己不同的一面，或是你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看，而且大家是会为你欢呼，就是一种活在掌声下的感觉，就是想我就都是很享受舞台跟掌声的人，所以其实每一次都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表演要做些什么这样。很谢谢我妈吧，我觉得毕竟要有这样的包容能力跟这样的容忍程度，我觉得这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